In mei gaf de Mongoolse folkband Hangai 5 optredens in Nederland. De laatste keer dat ze in Nederland optraden was in 2009. En er is sindsdien veel veranderd bij de band. Nieuwe bandleden, nieuwe muziek. En er is een nieuwe cd in de maak. Aan de rechterkant van de band is een nieuwe gitaarist, Sanjian, uit Hulunbeer.艾伦和叶尔布洛大概来到乐队都一年了，我们过去的乐手他们选择了新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就离开了这个乐队，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前进，然后我们就找到他们，其实我们之前也是好朋友，也认识很久了，我们还是选择了很多就是传统的民歌，但是这一次呢，我们选择了一些大概七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歌曲，然后用我们就是自己的方式吧，一般就是大概有一个方向，然后开始这样排练当中就找到一些东西。新的专辑呢，就是有一些歌就是更摇滚一些，更重一些，然后有时候就是两个电吉他一起，然后还有一些歌就是更传统、更古典一些的，然后加入了一些，比如说古筝，还有double bass， 然后有一些有钢琴和手风琴，是很安静的，很那种。深沉一些的歌曲，然后也有比较那种激情的，也有这样的，就反差比较大。然后另外就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剧院的演出啊，或者是比较大的演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一些其他的乐手和我们合作，就是一些新的歌，是这样的。En hoe gaat de nieuwe CD heten？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 CD 的名字叫什么，但是可能有一个名字叫《记忆中的奥包》，《记忆中的奥包》就是蒙古人在那个祭祀那个天，祈求那个下雨，然后在很多地方、所有的地方、地区，他们都有自己的奥包，然后这个。奥包每一年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去祭祀嘛，然后，在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同时也有赛马、摔跤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是那种非常传统的蒙古人的一个聚会，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专辑名字叫《记忆中的奥包》。Jullie vorige optreden was twee jaar geleden. Hoe lang moeten we nu wachten voor het volgende concert? 我们六月底的时候到摩洛哥，然后我们回到荷兰，会去那个蒙迪欧 festival， 所以很快。
Thank you.
Thank you.